现在要来挑战第三个联盟的最后一关，第十五回合。然后这已经是我包第几代的鱼王了，够吧？抵制住！超级联盟大师阿呆31号 VS 抵制住。好，六哥。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一定要赢！我不想在最后一关输，输的话我整个重练。哎，伙伴喵，帮我加死！哦，碎！25%，25%，25%，25%，哦，5%而已。这应该跳得过了吧？31号。哦，明显明显明显，这里。哇，差一点点就被追过了。还好加成大，要不然应该差，应该就输了。OK， 那就来领奖励啦！光荣退役，光荣退役。丢，称霸超级联盟，今天只加11。OK， 哦，是第四个联盟，超级是第四个。哦，47枚，开始25颗。哦，连喵喵的金币拿到了，然后我接下来要存钻石买木木鸮，木木鸮真的太重要，他送你金币，这个真的太重要，对游戏来说，这个金币就是一切啊。喵喵好像已经来玩喽。OK， 可以钓到新的花纹的鲤鱼王，太好了！哇，再钓钓看啊！重获干劲，干劲奖励增加了30%。OK， 150%了。我之前都没有把它练满，所以我干劲奖励非常的低。那干劲奖励它最高可以拿到，记得好像是600%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6倍。6倍的 CP 奖励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哦，换成比较厉害的钓竿，新花纹的鲤鱼网，称霸豪华联盟。Yeah！ 要退役啦！最终成绩，进食217次。哦，继续。然后金色鲤鱼王我已经钓到了第4只了，对，最后一只我终于把金色鲤鱼王练满，没有被比比鸟叼走，也没有被顽皮蛋炸掉，啊，可喜可贺。哦，这个主角经验也加太多了吧？干劲奖励又都增加了18，去掉下一只鲤鱼网，希望下一只直接给我一只粉红色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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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钓到的花纹这边增加了哦，有一个新的双色粉红色。好，一样选中间这只，就用它。拜托给我粉红色，粉红色的话，它好像是你在拉的时候，它会挣扎2次。对，好，试看。哦，上钩了，1次，2次，钓到。粉红色鲤鱼王，哎，那蛮幸运的，第一次钓到就拿到。这次是食物 CP 加上加37%，有点少哎，好吧。呆32号 ，OK， 世代交换喽。
可以换温泉的背景。好，那来换换看吧。哎，更换外观，更换背景，温泉。OK， 主画面，然后称霸豪华联盟。成就来看看解了什么成就。钓鲤鱼王次数40次，钻石在5颗。我现在有392颗钻石。啊，来看一下喵喵是可以拿到什么好的。等一下，喵喵给了我什么？62枚金币。哦，所以喵喵是给金币啊。长大喽，那我们这一集跳跃吧鲤鱼网就到这边结束喽。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。那如果想要追踪我日后的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